红树餐厅，这是红豆食府的主厨总监帅哥爷。李总监做的呢，自己开的呢，开玩笑啊！我们有位美女来吃了。你他妈讲啥？猪才爱领金，爱先也要讲，也要讲，讲安怎做？因为伊不是科班的嘛，伊唔科班的，伊就爱也要讲。哎，食了这款面台底有啥物？哦，我这台底有导游啊啥，你爱知影？好，对不对？他会品，好会品，他会品，好，再来煮。煮就请别人，请别人煮，但是要先会品。这个不对啊，这个味道好像差那边差一堆啊，又来又会讲啊，在隔壁这就煮，再改进再改进，会不会？Angel， 你今天真是碰到名师了。绝对没有孙啊！我太后悔了。我喜欢台湾家后孙啊。也结孙。啊？也结孙。他不要过了。当孙的人没过，当孙不给这个老乡。哇，总监这是被倒酱油。啊，这什么虾？这白灼虾了。白灼虾。你看我背的，所以。这个不是大新闻呢，这个是台湾的啊，见不起耶，我们不在于大新闻，在于总监家己记得做出来物件。奥迪吧，奥迪吧。啊，这奥迪吧安怎算啊，总监？但是是有点。美女，赶快请教奥迪吧安怎算啊？是用那个破菜做的。啊？我是调的，教我怎么讲就好。这个你要先点，这个有蒜，里面有蒜，都看到肉稍微炸过，没有腌，是你的吗？肉最重要，另外一卤好以后，啊晚上落后啊，都烤好，啊落后是烤好，烤好回家也 Q 啊，回家也 Q 啊，就是没有干的，卤好就香。我现在这边闻就很香了嘞，都有三秒。烧蛋啊，听不懂啊，烧蛋哦，这老的老烧蛋，啊，这些呢走，来赶快请教啊，这什么什么？这个蛋第一个要点就是蛋要跟煎的跟菜脯蛋这么老，才会香，有点才会这么香，然后里面有太阳、肉丝、高汤，啊，然后去烧，去焖它。去焖的，是把那些佐料配在里头吗？对，然后韭黄最后面才下的。来，看出来的，我用看麦的。拉面店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家常菜。哦，上海人的家常菜。对的，哦，干羊。好了，这个我当过了呀。够当过嘛？因为台湾的，这条街够当过嘛？它里面是追加，刚刚是有说把那个开阳就是那小虾啊，对，然后有一些配料，就像这个是里面有，这个是红条鱼，因为他一直觉得民进党红条啊，都有点红条，让他住，来赶快访问一下红条，这里有用蒸的，用蒸的，清蒸油爆，清蒸油爆，鱼新鲜最重要。这是啥？你烤地油鸡啦，烤地油鸡哦，啊这边那是赶快访问，苦茶油鸡啦，啊以前恁古早人吼，啊鸡哦要调鸡温的是，什么太太调啊用油逼逼的，安尼食叫我胖胖安尼啦，对，这是台式，啊这鸡嘛，即马鸡唔是调鸡温啦，即马是安尼做，怀念。是啊，那食鱼啊，放牛肝，放牛肝同油啊，跟同规矩啦，放牛肝，放牛肝是对啦，加放牛肝那个怎样？哦，多一点啊，哎，多一点放牛肝，太少是，我有点像大女儿了。哇，给你一撮大女儿啊！啊出一道那个上海菜，是不是都出来？你看，今天这种的私房菜嘛，哈，他这边阿子赶快访问。你是主持人，你给他出外场。
啊，按按多少？你要什么食材？我要多了。肉丸。肉丸。这个大小有没有差？没有差。比例有差。比例。比例有差，里面的成分比例。啊，里面的成分比例有差。哦。为什么叫红薯？因为大家都要吃麻肥的。哦。罂粟花，罂粟花，假料也屌。来，赶快访问，这里又有道新的菜。菜名是这个叫红烧蛋豆腐。红烧蛋豆腐。你知道渔夫的网站是几万人在看？你要现在马上被那个星探发现。渔夫哪天嘛，我开一个新餐厅啊，再叫渔夫来给我好好上网。好。烹调就炸过以后，它有点酱油，有点酱油，但是它有一项炸过。其实很多菜没有炸，这个叫煎，这个叫煎，就是他写的，我就叫煎。没有煎的啦，煎的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这里煎用鸡，鸡耶，啊个清蒸的啊，三回啊，清蒸的，你是较不爱炸哟。它炸了，里外表面是有点颜色的。哦，炸了外面。有钱才会玩。啊，不过他们现在，因即马咧请人客哦，拢请两层的，你知道？碟子都两层。为什么？那这样才算那个啊？算是。看哪里？就两层呢。我姐朋友的。那么多菜。叠啊，叠起来。我姐朋友的三星。山西啊，出得快，他就出得。一边哈，一个豆饼出来，所有的菜嘛，哎呀，修它，对，修它，哎呀，山西啊，那就两层啊。我台湾人是吃卡不吃饱了，好，不会说要吃到很啊哦，我去他们那边最，我去他们最受不了的是要叠几。碟子来这样，哦，我上海、北京、四川成都上面拢嘛是安尼啊，没有，哎，这大陆啊，你吃东西啊，绝对要看清楚，不然你就拉肚子回家。为什么？不卫生啊！不卫生。我以前红豆师傅在上海有个店，有一次安利不知道台湾来吗？哎。我去接，你知道吧？我跟那个新加坡的去谈。新加坡，因为他是那个船是新加坡，新加坡代理的。我就去跟他谈，他说你只要跟我谈就好，我就跟他谈，我就拿东西，拿台湾一些东西，我说你来台湾，我都安尼创你吃，我都台湾炸鸡哦，我炸三下杯就解放台湾啦。还又做那个食物的，我都往他的了，砰！他的食物啊都很方便，你知道吗？有别人跟我上下，跟他谈。我那是我那天我进了上海的厨房，我给他的毕业掉，豆腐木炭，豆腐木，我给修理搞到四年，你知道吗？自己的分店，自己的店呢，都吓到了。哎呦，豆腐做太高，安尼啊，跟住污掉油啦，跟住迄个污掉乌油啦，乌油，哦，乌油，我，哎呀，大西是台湾人，豆腐，这简单嘞嘛，伊都较济啦，一般叫你捌看过，七鬼你有个偏的，七鬼个偏的咯。我几个材料，即马我去个材料，我看下，照看。参加出告情况，就参加出告。这是你的经验了。如果不清洁的话，就不要去了啊。阿玲花在，阿玲花熬到鱼，我嘛在。我以前来讲，顶泰丰比新天地门更小，新天丰对吧？伊个公共设施个所在嘛，我晚上哩跑到那里去。那条花呀，拖把从厕所里面拖到外面，外面再拖到里面，按很完呢，该关了，
啊，就是把晾干，明天再来拖，再来又绕一圈。松糕。你起码是主持人啊！来试试看，电话过年网站来主持人。人家说元旦饭店宋美龄最喜欢的。不会太甜，然后很 Q。哦。很绵密的感觉。那个，请问师傅怎么做啊？这是用米啊，米磨碎了以后就是。真的很好吃。真的。我是没有在说谎的哎。对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哦，感情这么好，好不好吃？